全昭敏的新戏 Cleaning Up 联手连金雅、金才和，在讲述任职于证券公司的清洁工偶然听到内线情报想一夜致富的故事。他们为了拿到情报不惜装上摄影机，就连扮演神灵都来了。이번주토요일에북동쪽에서볼일있으세요북동쪽이면은광화문인가왜가나왜가면안되는겁니까많이막혀요차가이아줌마가청소는하세요打听到情报购买股票后初次尝到暴涨的滋味일영바이오주가가이프로텍트약인수소식에상한가를기록했습니다지난23일이프로텍트약의마이크로바이옴전문기업인일영바이오인수를공식발표함에따라일영바이오주가는전일대비 29.9% 가까이오른 35,400원 선에서거래됐습니다일영바이오그럼우리지금얼마나번거야마지막으로확인했을때100만원넘게벌었어인수발표기사나자마자이정도면다음주에는엄청오를거야아어서오세요야다유리한테가아진짜별일없겠지究竟为了摆脱穷困的人生，他们还会使出什么招数呢？太期待接下来的剧情了！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